女明星交往过的那些渣男友。这男生在三个月之后呢，开始对我动手动脚，常常掐我脖子。他今天一言不合的时候，就拿电线来勒你脖子。最后一次导火线是我到北京工作，他也去，他那天又对我动手，小事情吵架，拿一把菜刀说，今天要就是你死，要就是我死。我真的说 OK， 受够了，我就回到工作团队的那边的饭店去住，睡了三天。奇怪，怎么这衣柜倒是有声音？饭店厕所门没关，前面就是衣橱，我那边坐着尿尿。今天晚上16，小心打雷班。